谢谢鱼丸，么么哒。谢谢鱼丸，110几斤，黑我体重，哼，黑我体重，不乐意了，黑我体重，不乐意了，不开心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讲不定我真是你小学同学。你们现在都变得好色了，这个抖不抖的？你看，动不动就主播你们抖一下胸啊，动不动就是脱一下胸啊，天哪，太可怕了，都是被谁？动不动就是主播抖一下胸，主播拖用手拖一下胸，怎么这么可怕？都是被谁带回来的？小丑抓不到去。啊，那不是，那我就不是你的那个了，那我就不是你一个学校的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你们这是你们女的带坏我们的，哪有？我有带坏你们吗？我有逼强逼迫你们看我胸吗？没有。所以是不是我带坏你们？不是。我带了太。对了，我没声音，谁声音？哪个混蛋上瘾染我的？不是男朋友，是男同事，不是男朋友，同事。搬搬桌子，什么擦擦椅子吧，总归会有同事吧。天，我在公司里面又不是不知道。你们等一下，我要去装个游戏，你们稍微等一下。你们别不喜欢我呀，真的是你们同事呀，谢谢你们。你们先等一下，我要装个游戏。什么？啥？说，别问主播为什么没有打游戏，我要装个小软件。别问我什么小软件。
好，你继续装。有个男的蹲在。你可以溜达一圈，装完我叫你。哎，我把我的轮椅拖过来。哎呦，我的轮椅！哎呦，我的天！因为我晚上要推一个游戏，所以说我一定要让他帮我装个游戏，不是我诚心挂，不怨我。对的，海战世界呀、啊，对的。等一下，我关个门。你又在瞎逼逼什么？你才带了一波团灭呢，你又在瞎逼逼的。我们的蒙森还是蛮厉害的，我觉得这把可以赢了。哎，为什么这个圣像格这么糊的了？哎，我去，这圣像格怎么这么糊啊？要么就很糊，要么就很暗，什么鬼？我会保护你。德国的国旗。我值得相信，无论刮风雨下，太阳照常升起。哦，我要去叫他帮我装游戏的，装好了。房间只有，这个房间只有一个灯，没事，你装吧，装吧，装吧。